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太困了，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很晚。你昨天晚上做什么了？练习写汉字。我觉得说汉语容易，写汉字有点难。是吗？我觉得说阿拉伯语太难了。下个星期有汉语考试，我有点担心。别担心，我帮你复习。Created using Powtoon.